15次会议。大家早，现在开始进行第15次会议。报告事项。各位同仁，今天的议程上午是市政总咨询，下午是小组活动。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的会议记录。第14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10年5月13日。上午9时32分至11时59分止，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黄敏惠等21人，本会秘书长张元厚等3人，主席庄议长丰安。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人议程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认可。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咨询，咨询议员林子楚、郑光宏、傅大伟等议员，答复主管建设处长田长佩、教育处长林立森、卫生局长张耀茂、警察局长黄建龙、环保局长肖令仪、市长黄敏惠、公务处长郭拱元等单位主管。咨询要点：林子楚议员探讨是否应积极争取设置科学园区及资源型产业园区，逆转嘉义少子化困境议题；探讨是否各局处处理人民陈请案件每月结案数据议题；探讨各会次咨询四大主题，发掘本市之优势劣势与机会，呼吁政府要有最大能力，明代要有最大善意，利用网络公开透明建立解决问题的民主文化议题；探讨威权时代与民主国家训练过程之差异处议题；探讨未来人口变动数、高龄化时程、三阶段人口变动趋势、抚养比趋势、长照政策发展轨迹、近10年出生人数与结婚对数数据、晚婚趋势、出生率数据、离婚率趋势、本市三级人口数比例等议题。郑光宏议员探讨 Kino棒球场整修工程与城镇之星工程计划、步行散策、热火水岸工程等议题；探讨棒球场周边四大管理乱象，是否应修订嘉义市体育场管理自治条例，增订华者加强管理，新建旅客服务中心，增加服务机能，回应市民需求及设置禁烟标志等议题；探讨道路两侧车辆违停及废弃车辆管理乱象，请管理单位会同警方会勘认定道路范围，取得法源依据，一律进行开罚议题；探讨棒球场周边人车争道议题，是否应采人车分流，导引球团后勤车辆、球员专车、转播车遵循划设通道与停换位置，并与观众区隔以维护安全。傅大伟议员探讨基隆河与淡水河滨公园整治工程，呼吁是否应积极整治巴掌溪及打造牛头溪高滩地，寻找污染源，让八景风华再现，并规划热气球区，提升本市观光资源议题；探讨皮马角排水水质改善及水岸环境再造工程，增加市民自然教育休闲区块议题；探讨净化中央排水水质，打造北排成为自然生态湿地园区，南排水岸环境再造工程等议题；探讨是否对北排干线、王田支线、维新支线、后庄园林仔野溪及鹿寮野溪、南潭野溪等6条野溪应做好水质检测与维护管理工作议题，征询事项。张敏琦议员建请5月19日市政总咨询议程，请长荣派出所所长江建宏及警员苏静雅列席大会备询，或大会无异通过。三会11时59分宣读完毕。各位同仁，对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确认。市政总咨询。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总咨询。今天上午登记发言40分钟的议员有3位，第一位是蔡文旭议员，第二位是蔡永全议员，第3位是蔡荣峰议员。首先请第一位蔡文旭议员发言。主席，咱市长、市务的主管、议员同仁、记者、小姐、先生，大家高早。来，应控咱秀一下画面啦吼。我伫遮要甲市府今仔日大家来探讨咱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的整体的工程的问题。咱知影咱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的计划，对2012年动工，了后要甲2035年分3期来完成，接坡的户数差不多伫8万户，总经费差不多伫个116.43亿，中央补助92%，地方负担8%，每3冬会评估调整1摆，所以对今年开始2021年以后发包的工程，中央的补助比例降低，来到87%，地方负担
13%啦，吼。啊，即嘛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污水处理厂，一直2017年4月7日动工啦。动工了后，咱看相片发接管发包第一期，计划差不多是39.8亿。啊，了后污水处理厂会甲公线甲分交标啦。第一标2.86亿，啊，已经完工啊。过来就分后壁，才总共各有交标啦，吼。啊，分支用物有分交标，第一标4.8亿，啊，对于这个1807年的12月7日开工，按算伫今年的8月11日完工。23标4.75亿，按算伫哦，已经伫1809年5月18日开工，按算伫1811年，就是明年的8月7日完工。分支以及用户4、5标合起来作为发包是3.4849亿，已经决标了。已经决标啊了，伫1810年3月开工，落尾过来刷来。分支用户6、7、8、9已经公开活动，但是经费还未够。啊，所以分支的第一标进前就由这个咱前工务处长李建贤啊，向这个营建署争取迄个管材较好的 HDPE 啦，吼、啊，咱看得出来，这就是 HDPE， 对 HDPE。来，市长接任了后，就第二标、第三、第四标，就改用这个 PVC。这伫迄个江平公园遐吼，我那有一个开工的迄个典礼，这路尾就拢用 PVC。所以今仔日要探讨的题目，甲讲诶，啥物是 PVC， 啥物是 HDPE， 我想咱来先清楚，较袂讲人云亦云。啊，家己山拢无主见。来，咱先讲聚乙烯，吼、哦、，polyvinyl chloride， 这简称或者 PVC， 伊会当讲是差不多伫1872年啊，从发明出来，哈、哦，问世啦，哈、哦。1920年代了后，就商业化生产，所以哈、哦，就是讲普遍。过去这100年左右，就是拢用 PVC 啦。来，啊，咱咧讲诶，过来，咱就了解讲，诶，啥物是聚乙烯啦？聚乙烯或者 polyethylene， 伊简称 PE， 好、哦，简称 PE， 是由乙烯聚合而成的聚合物，一种热塑性的这个树脂。所以 PE 管，咱一般的 PE 管，伊大概就分，哦，差不多低密度的这个聚乙烯管，咱咧讲的就讲 LDPE， 各有种是叫做低中密度的这个聚乙烯管，就是咱咧讲的，一般就讲 MDPE， 也各有一种或者高密度聚乙烯，哈、哦，高密度聚乙烯，伊是。就是咱今嘛咧讲的 HDPE 啦，啊，这个 PE 是伫1933年问世的，啊，但是一直来到1950年，惠利浦的这个石油公司才开发出 HDPE， 所以伊比 PVC 当然慢30-40年，所以市场来讲，伊当然是较小，因为新的物件，但是咱咧讲的就讲好。HDPE 管，伊有啥物特色？伊是高强的密度、柔韧性佮化学稳定度比钢较强，差不多钢铁7倍呢。伊重量较轻，所以佮啥？佮较容易运输，啊，佮来较容易安装啦。所以 HDPE 有伊的高强度以外，结缘性也好，佮来佮耐腐蚀，袂受即个啥？化学腐蚀过程的影响，那大口径的这个 HDPE 更加好用，
伊搁较润，搁较耐用。你搁甲抬咧涂骹，寿命会达到50吨至100吨以上，所以差不多是唔免维护啦，吼，非常适合即个废水处理的运用。伫1995年的即个神户大地震内底，足侪神户的即个基础的设施拢歹去，那所有的光线拢破去。唯一就是 HDPE， 伊个伫即个地震个当中，故障率竟然是零啊！来，过来，咱看1999年个南投大地震，嘛是同款，所有个 PVC 拢断，拄啊 HDPE 无歹。来，啊，这就是 HDPE， 哦，这工程咧生产个 HDPE。HDPE 甲 PVC 到底差伫底 ？HDPE 伊承受的压力是 PVC 的高倍。第二，所有的工程的塑料内底 ，HDPE 的耐磨性超过一般的金属材料，但是 PVC 无这个特性。第三，即卖自来水。水公司的水管差不多拢改用 HDPE 啦，来取代传统的啥生铁，还是 PVC 管。即拄啊有一摆，4月12日啦，啊有一个乡亲就敲电话甲我反映讲，新民路遐的自来水管吼破去，有咧漏水的现象啦，所以我就去甲看。啊！你啊，我就问现场的这个乡亲，我讲，恁伫遮施作，恁是用啥物啊？换啥物啦？伊讲，阮迄工程人员就讲，阮就用 HDPE 甲旧的这个 PVC 钢甲换掉。伊讲早期拢用 PVC， 啊，因为吼 HDPE 较耐冲击，啊，寿命啊50吨以上。所以自来水公司伊用 HDPE 已经有20几吨啊！我讲，但是 PVC 甲 HDPE 是毋是有不相容的所在？安尼敢会顺？伊讲不会啦。伊讲因为这自来水虽然有压力，但是伊是顺水向的逆流，所以吼、用特接的就会使，用承插式的套接方式来处理，绝对拢无问题。啊，所以我讲，安尼恁感觉过去的那装 HDPE 了，感觉破管漏水，伊讲唔捌。所以因过去的破水漏管拢是 PVC， 所以若发现漏水的情形，因就用 HDPE 甲换起来。过来 HDPE 主要哦，这现场的工程，伊拢放伫车顶了。过来 HDPE 主要用伫工程的供水系统、旧管线的修复换新，其他的这个工业用水管差不多拢用 HDPE， 啊，佫有一种我拄啊讲的 MDPE， 就是中密度记忆体，这黄色的，就是这大部分一般的用伫加速管，吼、哦，啊是迄、那个差不多是加速管啊天然气啦，吼、哦。因一般这我对细汉路四段一个少年啊。因伫遐中昼无休困，我讲恁伫遮创啥？因讲因咧带即个加速管。我讲安尼有啥特色？伊讲伊这是 MDP。我讲安那无爱用 HDP。伊讲哦 ，HDP 搁较好。安尼，我就伫遐甲伊开讲。遐一粒，这一粒接头。我讲你真咧创啥？伊讲阮讲甲讲吼，咧电容接啦。我讲啥物是电容接？伊讲吼，阮这吼爱加热了吼。接管了吼，用这个套头非常的稳固，敢那一体成型安尼。我讲哦，安尼技术上有困难无？伊讲袂啦，这就是这技术上各有困难就害啊。伊讲这就是安尼做呢，无啥物困难哦。虽然较高工技术啦，我要讲的就是讲 HDPE 有较大的弹性，一般安那角度安那设，伊拢会当转弯子。所以唔免接头，但是 PVC 因为伊个弹性就较歹，
较歹了后，伊就会加啥物？伊要让伊有弹性了后，伊就会加一种叫做增塑剂，咱一般讲的叫做塑化剂啦。啊 ，PVC 因为伊加塑化剂、加氯类了，欧美国家早就无咧用啦。无咧用的意思就是啥？因为掺氯了有毒，燃烧会产生代奥辛，所以无得回收，强在叫环保团体，甲要求禁用。但是 PVC 是安那，也遐尼啊普遍咧使用。伊唯一的优点就是啥？俗啦，因为伊足俗，啊，所以相对其他的塑胶钢来讲，伊算上俗的，所以就较有这个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各县市甲公家其实嘛有哪来哪济咧使用这个 HDPE， 哦，咱看会出来。这有较水，我笑一下，像讲嘉义市政府啦。官方的这个陆军学校、南投县政府、新北市啦、第八河川局、彰化县政府、哦、台中市政府，因这即马拢渐渐啊在用 HDP、哦、包括内政部营建署，以及一挂仁德污水下水道的处理系统，包括高雄市政府，哦，啊了内政部经济部工业局伫这个。1905年安平工业区地下污水处理厂，的这个收集水管，伊嘛改 HDP。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桃园市政府的公务局，伊伫个这个啥，伫个国际艺术村开发案内底，伊的管线，规个拢用 HDP， 就是豆豆啊咧改，大家感觉 HDP 较好。啊，到底讲，嗯，安尼 PVC 都俗个量个大，啊 ，HDP 作歹摕，听讲料足少个，无地通摕。我要伫只甲大家分享 ，HDP 伊目前生产个厂商有台塑、南亚、桃园平平镇个大地仓、新北市个土城个洪盛兴、台中代理个华裕、台中个台发。台中清水的鳕鱼，啊，来咱嘉义高雄的这个翔鱼，台南的安定的造诣，高雄的台聚，啊，甲屏东区的四东，啊，我咧念着十一间啊，啊，当然搁较侪啦。所以营建署因伫遮个开会资料内底，即营建署开会资料，因予各县市大家来开会，啊了后因就有探讨，伊即个做。盐商推动污水下水道工程使用绿色材料管材座谈会会议有讲了，一般所有大家反映的厂商反映的就是讲 PVC 甲 HDP 的费用有差啦，但是有差无介济，都两三成。啊，因为 HDP 当然变作啥，伊新的物件有较贵。但是伊认为讲对环境好，对永续的发展，对事后的照顾，啊，拢会当较成功。所以伊嘛认为讲爱来，希望各县市政府会当来用 HDP。好，刷落来我来讲一下，讲两个较大无同款的比较。我来讲就是讲，好，安尼 PVC 甲 HDP 的比较啦，吼。主要咧讲到讲普遍性，因为 PVC 较早开发，所以伊个使用的人较侪，市场的占有率较大，价效相对较俗。啊 ，HDP 因为伊较晚量产，伊大部分煞准变即嘛用来啥？取代一挂钢铁钢啦、PVC 钢啦，相对市场较小。啊，了后伊采用的人，但是啊呐，伊采用的人哪来哪济，哪来哪济量就大大增加。所以我要讲的讲，自来水管也好啦，工程用的管材也好啦，工业区的废水处理，即嘛差不多拢使用 HDP。佮来讲取得性，我拄仔讲 ，PVC 目前有100间以上的厂商咧生产，伊溢价的空间较大啦。那安尼叫营建署因开会内容讲，议价折价的空间大，所以一般拢会拍折，拍几折？拍7.5%至8.5%啦。
所以议价空间较大。啊，那 PVC 虽然讲目前有台塑、南亚这十外间要用，当然价钱较悬，哦，较硬一丝啦。但是因为伊嘛需要占有市场，伊嘛需要推散，所以个价钱豆豆啊降落来。所以伫会员的取得其实拢较容易，但是无共系统的厂商啥，伊会竞争啦，伊会去四界游说，拜托用阮系啦。好，啊，这是市场的机制。咱来讲环保的这个评估啦，吼 ，PVC 以废弃物的燃烧的时阵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就是像讲啊，氯化氢、甲醛、多氯联苯、代奥辛，这会造成空气的污染，再来伊无法度回收，所以叫环保团体称为什么？世纪之毒啦。啊，你拿 HDP。以环保无毒，也可以回收，属于绿建材，属于绿建材。虽然讲伊的价钱，那安尼讲大量来讲，伊可能会较贵人头两三成。哦，啊，光线的这些材料啦，那营建署咧讲讲，啊，可能占规个工程吼，差不多8%，所以比例嘛无介悬，应该是爱推广较对。啊，咱来讲寿命。寿命 ，PVC 的寿命20冬至50冬，但是实际上，因咧讲的讲啦，伊的这个实际使用的平均寿命，一个周期偌济10冬啦。但是 HDP 偌济50冬至100冬，啊，因为拄啊量产出来，所以也未超过100冬的历史。但是一般因会认为讲足耐用的，啊，过来要讲的就是讲好营建署甲一寡因的设计公司咧讲啥，伊讲产品的使用寿命呐较长，相对会当降低咱投入的成本，像讲路灯，我一拍路灯，我来当做5000点钟，我这较好。啊，我这一拍哪会当到2000点钟？啊，虽然你较俗，但是伊的寿命较短啊。我到时阵都爱甲换起来啊。啊，所以咱看会出来就是讲，寿命长，当然伊相对咱的成本就较低。所以寿命是伊足大的产品的寿命是伊足大的考量。过来我要讲的就是讲，好啊，那施工的方法，伊有足歹施工的无？哦，施工的方法就是讲，那 PVC 伊是用胶水来结合呢，定。所以开会资料又显示讲，PVC 用胶水结合，伊的时间较简单，但是硬化了吼，较容易出现什么渗水渗沙的现象。啊，你 HDP 伊用层差。电容结合密度高，虽然有不同材质，伊嘛容易啥，也用包头套机的方式结合，所以技术上无问题。但是有的厂商会哀啊，讲吼，这较高工，这我袂用做，这就是技术无达到遐。像讲咱咧起庙的木工，那熬的人用接顺的啦，啊那袂响的就用高高啊。我就差你啊，我就养狗狗啊，你要叫我接顺，我哪能接？但是 PVC 的特性，伊都敢那用胶水落去固尔，但是 HDP 无同啊，伊用接顺的啊，伊用套接啊，所以当然密合度会较好。过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啊哪呢？伊品质的特性呢 ？PVC 较脆，虽然足定的啦，但是较脆。第二，伊容易吼裂管，较容易拔管啊。所以自来水过去啦，用 PVC 的，那有接到讲漏水的现象，伊起码差不多100%拢改用 HDP 啊，伊嘛唔惊地动啊。啊，伊后续的维护管理、换管的成本 ，PVC 较悬。再来抗震性，然后地动伊抗震性较歹，所以若拄到大地动，差不多 PVC 拢爱换。啊，你若 HDP。伊的延展性大概60%，HDP
伊的水管可挠性、柔韧性较强，耐冲击，哦，强度是 PVC 的9倍呢。虽然较贵一撮，但是人伊的性质较好啊，伊的抗震性强啊，所以啥事后几乎不用维护。我拄下就讲啊，1995年日本的神户大地震，伊的基础的光线内底拄下敢若 HDPE 无歹。故障力啦，竟然讲是零啦。1999年的这个南投大地震，嘛是同款 ，HDPE 拢无歹，破去的是 PVC 啦。啊，过来，咱来讲计数，吼、哦，计数是毋是讲爱差足济，互咱负担袂起，安尼咱会袂好。来，这长伫网络叫落来，1米长11公分口径的。蓝牙的排架，因为蓝牙台塑蓝牙它都有生产 PVC， 也有生产 HDPE， 1米长11公分口径的 PVC 就110块啦， HDPE 166块。啊，当然你如果工程用的不只用一米，你会用几十公里啊，所以就较有不同的计数、哦、因为你如果你跟我说一米，我当然算较贵给你，所以那166减110块差起来在，差起来都啊差65块啦，65块都110块差偌济，它加50%的计数，就是讲 HDPE， 那以一米的十米的米粒的口径来讲，伊加贵一半啦，所以唔是咱市政府一直咧强调的讲一倍，哦，过来嘛无要紧，咱市政府都讲一倍。啊，无得用一倍来算。来，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讲一期两标的工程费用差不多4亿。哦，这是咱市政府5月提供予阮的23标的这个资料啦，吼、哦。来 ，PVC 管的材料占4亿工程费用的7%，所以得偌济？2800万。中央补助。87，较早进前这是92啦，无要紧，咱用87算。中央爱负担2436万，地方负担13%，差不多364万。啊，若用 HDPE 咧，4亿的工程费，伊讲占14%啦，吼、哦，伊甲算加一倍，差不多5600万。哦、中央的补助87%，所以咱。因爱负担4872万，咱地方负担728万，那安尼减起来5600万减2800万，拄啊好差2800万，就是4亿的工程，那用 PVC 会当省2800万，中央补助87%，所以伊减负担2463万，咱负担13%，咱差不多省364万。好，这省364万，拄啊占总经费4亿的0.91%啦，也无甲1%，所以讲正经的社会负担也无介济。咱为着省迄1%，所以吼、哦，咱伫遐无地无够。来，完工了的维护甲换工的费用 ，PVC 较悬。而且以后换工维修的费用，中央一点嘛无要甲你负担哦。市政府你也家己全负担，你也家己开家己的。你若用 PV HDP， 伊完工了的维护甲换工的费用低啊，维护费用几乎是零啊。所以伫遮要讲的，就是讲，那徛伫品质管理的角度啦，产品的寿命甲维护的费用。拢应该爱甲算算落较对呢，啊无咱变做啥？咱干那看到表面的尔，咱无看到讲伊隐藏的成本伫对。来，过来我要讲的，就是讲隐藏成本。咱一般的来比较 PVC， 哪咧讲起来 ，PVC 隐藏的伊就较悬啊，伊事后爱处理的里里落落的物件就较侪。但是 HDP 唔免，所以表示啥 ？PVC 管伊的损害，整体的风险系数
高于 HDPE， 哦，这个足清楚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好，咱来讲品质的管理，就是表示讲，咱要维持这个产品的质量标准所做的每一项管理的行为。品质的成本包括预防的成本啦，哦，还是鉴定的成本、内外的成本，透过品质管理。咱希望会当啥？虽然讲增加一寡预防性的成本的支出，就是讲咱来用 HDPE， 咱会较贵啊。但是会当省啥？维护保养、换管成本、环境损失，包括啥？交通道路的定心位个台，哦，应用的各项的成本、风险管理的支出。所以呐，照讲咱啊会算较定真嘞，咱应该爱省啥？一劳永逸，唔只系。真正的省钱，咱一开始那个品质够好，就会当省起足侪事后的费用支出。品质也无好，咱就事后会增加足侪无必要的支出。过来一般咧讲的讲，好的品质管理会当让成本降两成，对两成降来到2.5%啦。就是讲，哎，你的那品质较好的，你整体的总的。费用你会当降17.5%，但是市政府干那为着表面要节省0.9%伊的材料费，所以啥无去注重品质管理的重要性。伊无去想到讲我用较好的以后，我会当降低17.5%的费用的支出。这17%就是需要的维护、保养、换管、重置施工、延长道路寿命。咱个嫌歪道路，嘛爱甲算落呢，包括保持交通顺畅所引起的损失，节能减碳嘛是同款爱算落啊。环境的损失，包括未来咱想会到呐，办不哩地动，咱拢是爱甲考虑着。咱哪有可能讲想遐短？来，这是咱台湾下水道协会的报告，伊讲。921地震后发现仅仅 HDPE 的管制仍可以正常维持功能啊，这人伊这吼啊寿命50吨甚至100吨哦，甚至100年哦，这不过其实这网络都有啊。来啊，伊个讲的就是伊的特性无毒哦，环保哦，差不多是安，是属于绿建材。过来伊的特性哦，包括是讲伊耐冲击啦、抗震啦，吼、哦、啊，所以伊上少你甲放落，一个周期一定50年以上。但是 PVC 甲大落一个周期，因算起来10吨尔尔。哦，环保性没有污染，耐震强哦，这差不多921，伊讲伊。延展性大概600%啊！伊发现921地震了后，干那 PVC 有咧用呢，继续正常使用。好，啊 PVC 的特性，哦，我拄啊讲的是 HDPE 啦。伊虽然讲量大较俗，但是因为伊含力不可燃烧啦，较不环保，冲击性啊较歹。写伫遮哦，这拢是有说服力的，所以。伊咧讲的就是讲，寿命的管材虽然单价较悬，但是整体来讲，伊若用较久，伊算起来较俗，哦，这就是因的论调了吼。所以伊希望讲，咱爱选择友好的、友善的，会当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哦，这就因这个台湾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协会。所建议的，伊就讲污水下水道使用的管材，当然逐项拢无共款，拢会当揽入去参考啦。但是伊若是品质较歹，你未来维护的工程就较复杂啊。伊咧讲的就是，咱爱把未来的成本加进去啊。好，再来我要讲的讲，综合拄只所讲的只 PVC 甲 HDP 看起来根本就是无共款的材料嘛。因为 HDP 较贵，过来伊就伊是管材界的啥物？伊是管材界宾士汽车啦、
啊，你 PVC 咧是管材界的乳量车，伊是属于次级品啊。啊，所以哪会使讲政府拢甲 HDP 甲 PVC 难难讲，恁两项落去竞，厂商你若要竞 HDP 嘛会使，要竞 PVC 嘛会使。啊，你若厂商徛伫成本、成工、成料的角度，当然伊一定竞 PVC 的啊，所以这就加讲的。我要讲的想讲钢筋啊，这 HDP 来。咱一般咧起树钢筋有分几啊种，这叫做高拉力钢筋呐、啊，所以伊个面看起来足水，无啥物无同款的色差。下骹这个就是啥水脆钢筋呐、啊，伊内底甲外壳的色色无同款，啊差哩多，因为伊淹水了后，外口的小小的钢体拄着水，伊个急速冷冻。伊会较硬，但是内底也烧烧，所以啊较软，所以水脆钢筋出来就是安尼，内底较有旧层，较有空。伊若凹落的时阵，你若扎来扎无好势，凹落就是比例啦。因为外口硬个脆，但是内底软啊。啊，到尾安那921大地震了。拢禁止使用水脆钢筋，啊，因为含碳的量也无同款，所以边边差无偌济。你凊彩去问建商讲，啊，你要用高拉力钢筋、中拉力钢筋，还是水脆钢筋？伊讲讲真个差起来无偌济，阮当然是用高拉力钢筋啊，这嘛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咱若徛伫各种无同款的管理的角度来看，其实无啥物理由讲无爱经较好，要经较歹。我伫只甲大家分享一个做细节管理。细节管理就是讲每一个岗位的人拢必须要甲家己分内的工作做好，袂使有任何做借口讲啊，这较好做啦，啊，迄较歹做啦，啊，我更简单的来做啦。每一个细节哪拢注意到啊，做好啊，这个计划唔才做会好。老子讲啥？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啦，最基础的先做。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啦。任何大计划、大代志，你得对细项的细节都爱注重啊。处理问题嘛是同款啊，因为注意细节，这来自于啥？你有用心无？来自于啥？你的习惯呐。咱人通常拢敢若注意讲啊，表面大项的哦，我要来做一个大项建设，但是伊无去注意细节。愿意甲细节做好的人，其实较少啦。啊，你看德国人啦、瑞士啦、英国、美国、日本，是啊，咱拢感觉伊的产品较好，伊都注意细节啦。人因的个性习惯就是较钉钉啦。啊，细节也许微不足道。伊亲像刷同款，你就足容易甲忽略掉的。但是往往一人代志的成功失败，拢是因为这个细节所影响的。我伫这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5世纪英国的历史有一场足出名的啥玫瑰战争。1485年，这个国王查理三世甲伯爵亨利之间，伊为着要争夺这个王位。这个查理三世，这个亨利伯爵，但是落尾怎啊变亨利七世了哈？所以因就要发动一场战争了。了后，因为国王查理准备好，家己要掠一个爱马要上战场，所以啥，伊想要安尼来做军威，所以决定透早，迄天要战争的透早，伊就天拍雾光，伊就叫这马夫讲。你去找铁匠，把我家己这只马啊吼，甲钉一个新的马蹄铁。啊了后，吼、哦，伊就去钉啊。但是钉啊第四支的时阵，发现安怎？发现你去钉啊无介理想歪歪。所以迄个铁匠讲，我钉少一支，但是这马夫讲袂使，是袂赴啊。阮等下就要战争啊，你若甲阮耽误着，你袂得。所以伊第四支
一定啊，只要歪歪嘛，甲定落。虽然感觉无介理想，伊嘛是准啊，甲用啊。用了后，好，迄天过无偌久，军队大家就大队人马就走来甲对，走来甲，即个有只博斯沃斯原野底下交战。啊，即嘛底下烧台，当然奔跑打斗当中，这查理三世的战马忽然啊，这马蹄铁怎啊落落来啊？啊了后，伊就怎啊人甲马啊拢跋跋倒。这场战争当然是输啊，国王就换人做啊。亨利七世怎啊正做这个都铎王朝第一个国王？英格兰有一个民谣唱讲：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蹄铁，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失去了一个国家。市长，你是读管理的呢，所以读管理的人照讲是要上重视品质甲细节。惠普创办人，这个戴维卡帕德有讲，伊讲安那，伊讲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啊！你得达拢个兼顾到，予咱整体基础的工程。拢变没有缺点，没有缺失，搁来一劳永逸，搁来咕咕噔噔，安尼唔是真好吗？伫遮我请教咱工务处长，咱的宽频吼，市政府的这宽频管道甲兴建计划，对2005年甲2009年分7期7标来完成，管道的总长度114公里左右。建制的经费48214万，来请问工务处长，伊用的材质是啥？是 PVC 还是 HDP？ 伊也无讲，他的母管呢？好啊，谢谢议长哈。啊，谢谢蔡议员哈。那宽频管道的部分，它是一种管中管呐哈。管中管就是外靠有一个讲。我母管啊。哦，内底是 PVC 啦哈，外靠是 HDP 是无唔对，外靠的 HDP 的材质甲即卖咱污水要用的是无同款的。哦，伊也是能讲。伊无讲用啥物啊？无讲用啥物？伊个母管啦，宽频母管用啥物材料？母管就是外口迄个包壳，迄个是用 HDP 无唔对啊。但是伊也是能讲，伊含咱即摆要用的是无同款的。是啊，来你坐啦。啊是安那？伊敢那伫地下包只个光纤电缆尔定是安那用到 HDP？ 哎、而且佫是啥？2005年就用 HDP 啊。16年前的 HDP 足贵呢，啊是啊，咱要用，因为啥？伊带咧路的嘛，所以爱耐压、耐震、防腐蚀嘛，安尼唔只系一劳永逸。我伫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做结论，哦，这就是 HDP 的加速讲，这就是 HDP 的原料，这就是咱路尾改用的 PVC。我去现场伫遐看一下。这就是 HDP， 伊要接供的时阵，伊用电容的方式，所以人伊足够讲无唔对啊。但是你会较放心吗？伊唔是干国国啊。嗯、我要讲的是讲，咱市政府为着要节省污水下水道0.91%的经费，咱竟然甲工程管材较好的 HDP， 甲改做 PVC 了。市政府啥短视近利，伊无去重视，伊对咱家己即块土地应该爱负的责任，为着要省小钱，啊未来咧会开大钱，而你做做的，过来无一定会做永远的，所以反正别人来接，艰苦是别人的代志，这真正是会晓算袂晓治，跳米换番薯，对长久的角度来讲。会得不偿失啦！哦，刷来我的时间给蔡鸿贤议员。我相信咱大家拢明理的人，冇迄个智慧来做判断。他拄下文条议员安尼分析到遮尔清楚，到即摆恁若讲要无法度做出明智的判断，安尼
咱的市民会感觉足失望。他拄啊听甲本身家己去收集的一挂资料，咱对这个管材的特性的比较，他拄啊文章以往有讲过。哦，伊 HDPE 高密度的 PE 加 PVC， 迄个 HDPE， 因为伊我记几个啦，也因的比较 ，HDPE 管材内伊较骨，摩擦系数较少，未产生这个钢内底的累积这个污垢，但是 PVC 伊的光面较平滑，伊唔是伊的光面较粗糙。也黏一挂物啊，愈黏愈侪，愈卡愈来愈侪，到尾钢塌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伊的这个特性，伊的毒性 ，HDPE 伊无毒，啊 ，PVC 伊有毒性，伊不合环保。这中国啊，人都咧禁止啊，啊，咱请你讲中国落后，啊，咱即马比人较落后，这咱敢讲会过？第三个，迄、那个。HDPE 以可绕性不因地震造成土层变形而有漏水现象，但是 PVCA 啊，对不对？但 PVCA 啊，过来 HDPE 管材在正常使用下，伊的寿命50年以上，但是 PVC 大概好20年，经过20年到50年，你即马省2-3成、1-2成的成本。你50年、20年了后，你讲爱阁换、爱阁挖、爱阁挖，路面爱阁破坏，当然爱阁颠簸，造成交通、造成民众的这个不便。这种分析间呢，咱敢要无法度做出明智的取舍吗？噶即马讲间呢啊，为着这个代志，敢都安尼？讲遮济，阮伫遮有讲，阮无受到啥物人个诶即个关说，也无啥物厂商来你甲我讲。我讲迄个贵处长你免笑，你若找有任何厂商来甲本社讲，有关即个 PVC 还是 HDPE， 我请你100万元，啊若无你请我一万多。好唔好？你用摇头点头，好唔好？你咪参隔壁讲话。我是真无爱讲吼，我叫你来报告的。咱是互相尊重。过来吼、哦，对这个价格甲伊的寿命，他都有讲过啊。啊，咱比人较慢做，做的成绩比人较歹。内政部。2021年的发布，3月26日的发布，诶，这个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考核评鉴结果，咱吼、哦、接到这种成绩单，咱来来检讨咧。你看，计划执行管制评鉴乙等，施工品质及管理评鉴乙等。设施营运及管理评鉴乙等总评等一定，你讲比新竹市伊嘛是一定，但是因第三项的因加定，咱三项拢无加定，咱三项拢一定。咱家己时间、材料各方面拢输人，咱现在无爱第七家家，咱用 HDPE， 咱现在一定要做这個。要用 PVC， 不但要用 PVC， 你的施工的品质，你他无爱去顾好；你的管理他无爱顾好。所以你的成绩单拍出来，寄来，咱就一定。咱敢讲未敢要讲足歹势吗？对不对？咱的这管理，到即马2.42，对不对？刚赢一个朋友。我赢一个彰化县1.93，咱2.45，咱是咩啊对得到？人台北市已经87%，当然较早做，因经费较侪创啥？不管如何，
咱摕到乌电视，咱嘛爱感觉讲，咱差不多支持主水。人新竹市因讲两冬后看会当达到20%哦。咱有啥物理想？咱有啥物志愿？咱有发愿啥物？我相信哦，咱家己啊，爱有迄个地位做判断，啊那无，这是足愧对咱家己市的。啊，因为这个话题啊，啊讲足久啊。啊，本事不爱阁讲，过来啊！迄、那个关心处的处长吼、哦，来请教。你看，咱嘉义市的观光的所在，除了文化夜市以外，你知影对这几个所在是外来的人观光的？重点的弱点无，来你讲，请张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庄议长，好，谢谢蔡议员对我们的那个观光的。我你敢讲啦，你卖阁讲到谢当小心小心。就是快意生活村，还有现在的美术馆、这两个是应该现在是最大的热门的景点。这两个快意生活村跟美术馆。对，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大概还有文化路夜市这三大最主要的景点。我来，安尼我该请教。那个快意生活村上去的。那时候，现在的管理单位是林铁处。林铁处差不多起是日本时代起的。对。咱后来咱征收的。我们是那时候是都市更新，然后由他们来这边来做整修。对。征收啊，这规定我足在清楚的啦。嗯嗯。啊，迄诊所处到抽粮贩处叫头提7500台的黄块起的啦。余文娇，你孙仔的，因那队的队长才去抓贼啦。有抓到，退回部分赃物7500台，鱼肉鱼美女鱼的重量一柴要到2公斤，15000公斤，他那伊用奥特曼法度载遐济，竟然无法度防，敢无发现吗？那是日本时代老的，迄有历史，迄有记忆啊，对不对？过来美术馆，美术馆大概要翕对部分的相，相片来你讲。我觉得他们新旧融合，任何角度都很美啊。任何角度我爱讲啦，那无迄栋日本时代留落来，也没有什么看头啦。伊这台车，因为这栋建筑物有历史性，伊个建筑物的美观，等等的这个优势，咱才有法度去个，咱才会去个喜欢上它。咱对过去咱有连接嘛，是不是？咱来到这。会当去感受到讲几十当前的一种气氛，而且者，咱家以前一挂观光，讲要发展观光，但是咱这30-40年来，咱所作所为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你讲即摆讲出来，快意生活村，你嘛是日本时代留落来；你即摆讲的美术馆，嘛是日本时代留。咱即马制裁所也未用好势，无遐嘛是足热门的景点。但是咱嘉义市啊，伫这个1989年开始，咱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不但有历史，而且建筑物阁足水。对1989年开始，遭受到咱历任市长。诶，这个破坏，来，那个音控室哦，你放第一张诶，上传，这张啊，大家看清楚。恁咱各安那，咱嘛知影讲这作水，对不对？看了嘛知影这作水。咱问咱伫咱嘉义市哦，住上久诶，住较久诶，来那个，哎呦。哎，老处长，破个、啊！哎，地政处处长老处长，这栋什么啊？老处长，啊，你讲，管建筑啊！哎，这栋什么？啊，你家伊住遮久的人，这栋你唔知道？来，我跟你讲，你坐咧，你坐咧，那你唔是做个坐咧？这栋就是公会堂，即马是中正公园。
公会堂。公会堂较早1948年，咱改票选成为嘉义八景之一康乐墓谷。遮水的物件，1989年，你可以痛下杀手，改拆除，起一个石水泥工。迄阵啊，花木扶疏，树啊，背景拢日本造成，遮水。这种物啊，咱靠日本留落来的建筑物，水水的建筑物，有历史、有内涵的建筑物发展观光，咱竟然把这拆掉，起一个中正公园。从嘲笑为水泥公园，我们可以这样吗？那后来来英公司，这张是嘉义市的局长，你也看好嘛？那个黄市长，警察局，这就是咱嘉义市警察署。这个嘉义市警察署在1937年起好的，但是在2000年10月，被拆掉的。这种这么水的建筑物，线条这么简单，但是你看起来你就感觉心情真好。这会当给咱洗目睭的。这种厝，这种建筑物，这么用。而且建筑物也是痛下杀手，把它拆除残片。啊，家己起的了，搞什么有什么能力去？起到这么警察局，那算什么东西？若要看一栋建筑物是什么东西的话，你看外来观光客，他会朝着这栋建筑物拍照，站在他前面拍照。这栋建筑物那真济人，代表讲他受到很多人的认同。难难过，参看都袂瘾看。你能够接受这种建筑物吗？这警察署嘉义市的警察署，这是1937年起的，但是伫2000年10月拆掉。啊，过来第三张，来第三张吼。来请教一下，来，那个书记长，消防局书记长，这间什么建筑物？你讲，请书记长回答。原来的旧的嘉义县政府。旧的嘉义县政府，啊，你嘉义带了无清是不是？啊，过来问一下。来，那个环保局长来，环保局长，肖局长，请肖局长回答。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要搁对一个伫咱家己是多较久的，啊无啊咧，啊，我讲哦，这就是税务出张所，税务出张所，这税务出张所，税务出张所，伊起个这样的税，这税务出张所伫1933年起的，2002年正月七十拆掉。那时啊，文书团体全国的人关心讲，你莫拆啊！后边还有那个第二层的长官公署在里啊，才讲要拆尔。市政府当时市政府的文书委员，其中一个文书委员，走入去偷摕物啊，叫人赃俱获，伊才有价值啦。即摆拆掉，啊，即摆拆掉，来起什么？来民政处长来，即摆起拆掉起什么？民政刘处长，现在的南栋大楼。南栋大楼哈，啊，你想听？南栋大楼起起来，无外久，前专台湾建筑师评比工会评比，专台湾最佳护理得奖，护理得护理得了，最佳护理得第一名，台北的建成医院，第二名嘉义市一栋。嘉义县一栋，嘉义市一栋，就是今麦南栋嘉义市政府。嘉义县一栋，就是今麦演艺中心，演艺中心人家评比为要妙。
啊，嘉义市这栋无敌铁金刚，这栋中庭的楼啊宽，变做工地有人办活动。当当恁啊伫咧办活动的时阵，变变就起起查查，那像你逐日咧过年。顶关的公务人员，因心情安下来办公吗？恁请伫咧办活动，恁伫啊哩敲锣打鼓。顶关的公务人员，伊要咧心疼啊，伫咧办公吗？伊要过咧心加工，啊，伊家己的阵的工作，伊要来去发展。你给他当作菜市啊，对不对？当时起这栋的市长讲，这一栋100年后也是古迹，你相信吗？我跟你讲，它不会变成古迹。这一栋建筑物，这一栋无敌铁金刚，也会因为它追计划而名留历史。因为讲这句话。它会停留的，这栋建筑不过无一样，它还会存在在嘉义的历史中。不是因为这栋建筑使它跟它一起停留嘉义历史，因为讲这句话，100年后也是历史建筑。这种建筑，您敢捌看过观光客外来观光客徛伫头前翕相吗？准做有。偌济，你若去到别位，去到日本，去到对台，恁感觉哦，阿塔，咱若看了，伫游览车那路过，你就头尾拿地里去吧。现在咱无咧，现在咱无咧，都是这种建筑物，互看起来人无法接受，歹到有够，来过来。这栋哦，来，咱行政处长，这栋什么所在？请陈处长回答。我民啊，不是，行政处长我讲了唔对。哎呀，行政处，啊，抢答来。你问个啥？啊，谢谢议长哦，谢谢蔡议员，这是目前咱这个叫做中山路哦。简单讲到啦，你卖个广告。本来该管长、该市长并该管长。在这所在，我你晓得，我来讲哦，这都是较早的建议所，这种建筑物全世界上水的总统府，都是日本人留落来，台北即马中华民国的总统府，这栋建筑物的气氛参迄栋参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很类似，啊，但是因为地动了。开1亿8千万，住两三栋了，我荒废在那边，荒废在那边，荒废在那边啦。到尾啊，家底迄个2010年10月拆掉，啊，拆掉伊阵啊是咱。但处长做行政处的处长，你只要拆掉，佫发生一件代志。迄伫中孝路甲民权路遐一间，遐一丛足大丛的玉兰花，较早有一个公车站，迄要去梅山国中，要去嘉义县驾车老师骑到玉兰花卡单车，玉兰花旁边老阿姊嘛，以后你甲我讲，即马拄啊玉兰花盛开的时候。哎，昨下咱陈处长啊，讲无啦，迄哦已经哦，臭臭掉，焚化炉烧掉啊啦！我焚化炉我都烧这树啊，伊讲无啦，拢呆伫涂骹啦。结果啊，迄撮北门派出所所长王条，本是叫伊去甲我找，找到这丛树啊，找到伫台去咧，被包商变卖，找到伫彰化工业区去啊，迄丛玉兰花。这样你要水的建筑物，现在给荒废了。咱靠日本人留下来水的建筑物，有历史的建筑物，咱给拆掉，剩两项在那里发展观光，咱敢好势？咱的工作咱敢未歹势？咱心敢未虚？
过来，这就是北相府的水闸门，这是2010年，在你整理北相府公园的时阵，叫包厢卡掉的，这种有历史的。下面啊，400吨，有人甲我讲，无啦，100多吨嘛是岁月嘞。咱干嘛当活百外岁？不管几吨啦，百外吨啊，400吨啦。你叫包厢卡掉，今嘛用一个木造桥。你这个水闸门漏掉嘞，你甲全台湾人讲，全世界讲，阮家己有一个400吨的水闸门，因会来看。我会来开开眼界，我会来看。你讲阮遮有一个木造桥，我恁做一种木造桥，阮故乡、阮家、阮县的、阮市的、阮乡镇的木造桥做比恁较水。我陪你上，这个走到你啊，甲恁看，你一点卖点都无。400吨的水闸门去用卡掉，你竟然是无动于衷。家己是啥物程度？历史文化足肤浅的，足幼稚，足粗暴，安尼念嘛？过来，我讲每一任市长拢有杰出的政绩，都是拆古建筑物。过来，这就是即马伫百年国中加入伊啊，伫即马调查站后壁亚麻炼铸厂，专台湾两个，这个叫阮破坏掉伊。亚麻炼铸厂较早。就是抽北营国中的水，起来浸亚麻，以粗纤维做布袋。较早阮细汉的时阵，也教官看布袋，迄种布袋，迄阵啊，塑胶制品足少，要地米一石米用布袋。遮尔啊有气氛的所在，迄阵啊，副市长。啊！甲迄阵啊，文化局长去到现场，参我去遐会勘。迄文化局长就即马做立委，洪孟楷。我讲哎呦，李时珍也去啊，洪孟楷也去啊。我讲啊，这可能保存会落来。但是咧，到2014年正月，夷为平地。我带去嘉峪关演艺中心去姚苗遐看人表演回来，比较贵。这样老的你现在要去图书总馆、啊、我们嘉义市人全台湾人很多不看车，你去的是要从什么？你如果这栋子老的，你对制裁所、快意生活村、还其他家、还亚麻炼铸厂、还古干干，你请你讲祖先啊，这里没去了，这没去了。过来我们涂伯伯的政绩，我这栋就是嘉义国中的家属中心，这栋我参蔡英芳议员对头关心到尾啊。嘉义国中为什么会招收女学生？因为1936年、1937年，日本人底下设置女子技艺研习所，所以嘉义国中成立了，伊专门收女学生，不但收女学生，伫1970年底下起一间家属中心。这间家属中心啊，足坚固。啊，但是你都无甲威，无甲威好啊，看个老少啊。迄时的校长范桂义坚持就是要拆，文字委员讲这个不是危楼，伊就要拆。阮土伯伯头家唔知叫啥讲着，即摆甲拆起来，伫遐铺单啊家，安尼足爽的吗？见证台湾国民教育的里程碑的，见证为什么嘉义国中为什么是相当招收女学生呢？但是呢，参做教育的人这样肤浅，咱敢要未来要主观吗？对，在家属中心，伊讲这危楼
啊，你围楼，围楼你为什么想要在一楼放乒乓球桌啊？为什么替代伊住伫二楼的？啊，围楼啊，那二楼那地动啊，人替代伊的，底下发生危险，别人去安那？有这种讲法吗？一种建筑物是表面你无维修，你无甲拉皮尔，人足坚固的，但是呢，你都按那个处理掉伊啊。啊，来过来，讲到咱丹门派出所，丹门派出所，他在伫去警察署的时阵，嘉义市的警察署的时阵，迄阵啊有嘉义市隆重有九个派出所，丹门派出所就是其中一个。啊，丹门派出所其中一个。1999年议会通过预算100万做研究调查报告，结果100万的预算99万标予树德大学科技大学去做研究调查报告。那研究调查报告交谈，对吧？写一本，无什么作用啊。经过甲107年。土木部开始在处理，到1907年，本来预定10月要完工，但是落雨嘛，过程阁发生着这个挖着这个地下遗构，有清地沟一些的物啊，我停咧，一停停几冬，三冬，我甲警察问，中门讲啊，你都当时才当完成。伊讲哦，啊个2023年，我看哦，我还阁选一家议员，我才有当监督嘉义市政府甲这栋丹门派出所修理好。蔡英文议员嘛讲，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正面就是照这个，干那一个所长的派出所。都无法度处理，你是要常常做什么工作？迄希腊雅典啊，你起一间饭店，起一间饭店，啊去挖到西元前478年的古城墙，西元，因遮迄间饭店先甲捞起来，整理好势，用玻璃甲框起来。变做这间饭店的无价的资产，观光客的吸引观光客的卖点。你看，咱嘉义市政府遮侪过去有遮侪水的物件，咱的执政者下得了手吗？我们现在，咱今麦要够还可以说，我们现在在发展观光，啊，发展观光，咱刚才关心处会讲的。那两所在拢是由日本人留落来，安尼敢袂歹势？对，你看，咱这个人外国，安那只对面对这种被破坏的历史建筑，这大家都是波兰的华沙的古城区。希特勒1939年决意要入侵波兰，伊个古城区啊，甲这个所在几乎完全破坏。几当前本色去，因个工厂特别用好啊，铺特别铺个石板，铺特别好啊。因个顶管遐涂刷粉啊，扫扫的清清的，都好势啊。即卖嘞，即卖变作安那？你看这栋记录怎么变了呢？你叫人来这观光，人要来无？一定要来啊！现是一栋呢，一片呢。咱敢袂好吧？敢要做歹事吗？咱现在一直要听咩啊？我跟因讲哦。我感恩波兰，一个钢琴诗人肖邦，
伊细汉的时阵，伊上喜欢、上大心的，都是波兰的这个圣十字架教堂。二次世界大战，嘛是叫多心破坏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啦。但即马咧，变哪咧？要变哪咧？小芳个思思念念，伊伫巴黎过身了，讲拜托甲伊个心中冰，迄个生起来，提等于困一间教堂。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伊讲甲肖邦的铜像移走，不准播放肖邦音乐，这样会让波兰人想起他的祖国波兰。人有这种感悟，人对这种人有这样尊重，人一个音乐家思思念念，啊，人波兰的政府，人有法度甲破坏被破坏三分之一的建筑物修理安尼，啊，咱嘞拆掉，好好都拆掉，佫讲破坏掉伊，加一个。丹门派出所所长宿舍下骹有地下一个，安尼经过适当都处理袂好势，你敢好意思搁领薪水？过来，这里匈牙利，赫勒克村200多米长的石下路，两边有126栋的木造屋。参差不齐。伫20世纪刚开始，才去有火烧掉，去有火烧掉。但是，带伫遮的人，伊该同心合力，完全修复，修复就这么济啦。完全修复，126栋呢，咱一栋50几栋，开要3000万，咱敢好势？对不对？咱做歹事，咱来来到别个所在，你看圣彼得堡，东宫下宫，夺金奥斯世界大战几乎把东宫毁掉，但你即摆去咧，金碧辉煌，拢恐金咧，迄观光客要去，人对历史建筑，人知迄去吸引观光客嘛。啊，咱呢？咱大家嘉义市有啥物好可以让人家看到？有啥物也当人看？对，这是补充一下，这就是嘉义国中家政中心一楼的放的桌球台啦。伊讲迄围炉啦，放遐老师、放遐学生伫遮拍乒乓球啦。啊，都挖到地下一个啦。他们派出所挖到地下一个一挂清帝国留来物件，伊说呐，后勤科非常的积极。哎，伊问，我挖了一挂地下一个咧，啊你吼、哦、来看卖，我去看，两块这种黑色的砖啊，两块黑色的哦。我讲吼、哦，这两块放到我服务处。因为那判给你就无彩，安尼那征收好，我会承认，因为我这样这样是金角啊，我会承认。安尼那未放心，你这样要决定，你这样要搞偷我嘛承认，我两地用。这种黑色的砖啊，两地，还佫一挂清帝国的一挂人住伫遐住家的物啊伫遐，一个简单的。而且呢，小面积的所长的宿舍下骹，你都无法度处理好势，佮开遐侪钱，拢总开你哪管互你修理较好啊？爱开偌济呢？爱开3,047,400块，敢修理三个所在，一个就是办公室，一个就是宿舍，后壁迄所长的宿舍。即马就是问题伫后壁个所长个宿舍下骹挖到地下一个，即马干那修理即个派出所个办公厅，加驾驶兵迄个宿舍，
安尼已经安尼开1028,743块。文化部修订，啊，咱嘉义市政府编的预算，阮嘉义市的议会对讲要整理丹门派出所的预算，我们都没有做一下眉头，最爱做。你编偌济经费拢互你，可是恁都无要完成啊，对不对？即马要搁剩余款，除了用了1028,000，起码要2018,000，修理三个所在，简单的所在开3,500,000，搁修理袂好势，你敢袂歹势吗？不但修理袂好势，对100年修理到今啊，讲搁较两迄个。112年才要修理好，离即摆还过2冬外，拢总前后爱12冬修理三个建筑物，爱修理12冬，无一定会好咧，敢袂好？即摆嘛无人敢搞邓英口来讲，会一定会好。去三栋，你搁用新的行动器都不用开这么多，我跟你说何况说是用旧料，有的还不是行动器，这样开3,500,000，现在才开1,500,000，要2,500,000要放在那里，无能力完成，对历史建筑对有历史意涵的物啊，咱都无重视嘛。嘉义市建设300栋，咱偌水，你有啥物文化内容啊？你小而美，小而不美，你毋捌看过水的吗？你毋捌去别个城市看过人水的吗？你车看车看过你的水啊？那就是中国人在说，九入包围之术不闻其臭，你就看久了嘛。我是在这里说这边的说给你们，下早时起来嘴洗洗的，要洗眼睛洗洗的，要洗耳朵，你们就听没意思，你们眼睛较看了看了，你们就不知道什么水啊。要欣赏水的，你的要求才会提升，才会请你跟我说美学，我听人去给我陪，叫做受用，对啊。那两个延长2分钟嘛，主席。啊？有的延长2分钟嘛？有啊，有啊，来，那个告处长来请教的，三秒做受用，请林处长回答。谢谢大会议长，谢谢蔡永泉蔡老师。我们讲108课纲之后的素养。无啦，我即马在你认知上，你对受用的认知到。我的认知素养就是让学生培养带得走的能力。好嘛，带得走的能力，让学生啊，你本身爱无？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啊，自主学习啊。你呢？你本身呢？有啊，我相信我跟蔡老师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哦，嘛，你咪搞拖累啦。啊，你讲有。我每天都在自主学习，我每天都在增强自延长2分钟。啊，素养要怎培养？你讲。我们从课程里面去切入，不管你从美术、从国语、从数学，我们都有加素养的部分。我讲啦，爱完成欠缺的就是人文素养。台湾跟中国上欠缺的人文素养，一个国家这人文素养好歹啊，看伊几个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你就当庆祝讲伊这个国家的素养啊嘛。台湾的社会，数学、物理、自然科学好诶，天生诶，人文素养足欠缺，
咱的人文素养足欠缺啦。人文素养教育部讲用考的，对下生一个囡仔的素养讲用考的，这真个笑话嘞。杜鲁门啊，去读高中毕业尔，竟然有法度做美国总统，佫做甲袂歹。啊，走到哪里，书本带到哪里。你讲一句名言，我读书啊，不是为了要睡着，我读书是为了要保持清醒。因为你看到物件，哦，内底我遮济唔捌的啦。你心内，你心内，你家己紧召集起来，集起来，他有遮济我唔捌的。所以杜鲁门行到台车，放到台，是那个，啊，看你看什么车啊？你若一世人看咧，读个拢同款册，你也免讲，迄加了时间，加了你生命，你袂进步。一个爱尔兰，都我都四个诺贝尔文学奖安咱咧，人口咱的四分之一咧，咱很惭愧。好，谢谢蔡文旭、蔡永泉议员的发言，大会休息15分钟。
各位同仁，现在继续进行上午的市政总质询，请登记第三位蔡龙峰议员发言。主席、市长、各科室的主管，每个小姐、先生，大家好。啊，阮同事咧也讲，我已经讲三十几档啊啦，吼、哦。啊，大家还有问题通讲啦。啊，才是做一个民意代表嘛，是应该爱有话题通讲啦，吼、哦。因为今仔到阮三撮，吼、哦，阮三行菜出三行菜啦，吼、哦，第一文料。出文了，啊来出永泉，哦，今仔出这，阮这三项菜，这两项菜是吼、哦，我真正对着咱家的市吼，市长，你讲我今仔刚首先啦吼，我虽然是无读经管啦，但是吼、哦、书我嘛有咧看啦吼、哦，哦，杜威。哦，这个教育哲学家，这个杜威，伊讲生命意义是啥物啦？生命意义较简单讲的，我甲解读讲分两种啦。一种是肉体生命，一种是社会生命啦。哦，所以今仔我文学议员交英专议员所讲的，咱所讲这是为着咱整个。一个社会生命的延续，生命用延续，因为咱人到一个年纪，就一定拢爱归身啊啦。但咱一生，咱担任你担任市长，咱担任民意代表，咱担任各科室的主管，咱所做的是啥？是社会生命。咱就要把一个都市经营好，要延续，予咱后代子弟。咱后代子弟，过来就要延续，予后代子弟，这是咱上界有意义的社会生命。所以今仔文学议员讲到这个公选的问题，也咧论述啊，会使算讲足清楚的。好歹，我相信吼、哦，市长应该你嘛会赞同。永泉议员，甲咱的文化资产。是安那嘉义市无在保存，一个都市的生命，文字足重要，文化资产全是有够重要。哦，所以讲，我即马都读拄啊，咱文乐议员伊所讲这公选这问题，我相信市长交咱哦，干部处长，我简单，伊所论述的，在市长你的看法。用三分钟，予你简单，因为无予你答复嘛，无予你做一下看伊的意见嘛。啊，我三分钟，予你感觉对咱这个公选，哦，咱哦 HDPC 哦 HDPC 交 APC 哦，这两个公选，伊也咧论述啊真好。啊，过来真正一个都市的成长，哦，我就爱讲一个都市的成长。咱都市的成长，咱人的成长愈来愈好嘛，就是一定要用品质愈来愈好的嘛，无可能阁行回头路嘛。有好的，咱一定要用好的啊，是毋是安尼？哦，所以伊也无予你，哦，市长你的答复安尼，你利用三分钟，你简单做一下，予咱家市民了解一下，好不？好，请黄市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苏副议长，感谢蔡议员，有这机会。我想来到议会，我们都希望真的能够听到各种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些声音，也有许多就是我们在施政上能够给予我们能够讨论，有一个共同好的，当然有共识是最好，没有共识也会让我们有更好的思考。那我想刚刚就回归到这里，污水下水道的一个建制。我想说这是哈，大家最大的共识是一定爱者，哈。那当然，他刚刚讲到这一个材质，我想在这材质当中，其实这两个以目前来讲，我也曾经都有问过，说到底这是啊，因为过去曾经讨论过，到底是不是真如怎么样哈所说的。但是目前为止，内政部，我想我们所依据的，在内政部里面，营建署它这两个材质是都可以并用的。
所以后来我想在之前我们的从管线一标到分支用户的一管线一标里面还是有，就早期那个还有 PVC 啊，分支用户的一标才是用 HDPE 啊，但是我们后来呢解用了二三标，虽然采取了 PVC， 因为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之后呢，我们在后面往后四五标里面就让两者并列。都哦，东联都叫我来公柳公啊，这两者并列，你呢？其实我们是用一个评审委员会来评比，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评比，可以。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欢喜网公哈，因为各有他思考点，绝对不是单一一个点，他有很复杂的很多面向一起来考量的。所以我想也在这，其实短时间虽然没办法做。没办法是完整的做说明，但是我想这样的说明我们会提供就同仁在做参考、okay.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至于文化我想这文化我们非常感谢，其实咱一路走来，从过去无论从民意代表或者在这，我们真的努力努力，希望能够把该保存的保存。所以我们说曾经创造说嘉义市成为就学习京都的精神新旧的融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哪怕说努力去看到的快意生活村或者我们刚刚讲的美术馆，这都有新旧融合的有传统的优点，但是有也有新的创意在里面，所以呢能够成为很重要的景点。那我想这至于其他这中间过程怎么样，也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省思，其实文化的工作文化的保存这有关于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发展，以孤孤等等要安怎是会当存在，是一个环境上好，是大家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要来努力去创造去建设的。好，一定你听得谢谢。当然啦因为他都要专转议员他所呈现出来那咱过去嘉义市咱拆掉这些历史的建筑你嘛所有看到啊，迄事实咧讲已经无存在伫嘉义市啊嘛，但已经事实的发生啊，未来嘉义市嘉义市的福地都安尼尔，有啥物大建设？对无？可能我也无啦，赶紧，因为当地民意代表三十几党来啦，实在有嘴讲啊无烂啦，人咧讲即马即个少子化。讲到扫除啊，这个问题啊，现在扫除啊，你嘉义市都无就业机会嘛，无一个幸福嘛。最主要，咱来咱这都无一个幸福感嘛。种囡仔，伊才要生，伊无就业机会啊，伊趁借哇。所以讲，我即马做到即几冬来，即几届来。我相信我八届到尾也这三四届来，我所做的，加上我要创造嘉义市有啥物产业无呢？我只有为运动甲推动，推动运动带动这个产业啊。这个产业加减嘛，互咱嘉义市民，只做小生意的，卖便当的，小食铺的，遐小食遐。大家有生意通做，我一年当。我相信市长你嘛了解。阿妈，这疫情紧，我这个顶个月56小时，这全国累计56小时，这个邀请迄个对抗赛，刚来甲嘉义市，选手2600个呀，包括家属来买到3500个呀，来两暝三工。这个减减嘛带动嘉义市一寡只运动产业啊，过来一个二一，我多都这疫情，无一个二一，都我举办这个全国少年国手排名赛啊，这来个咱嘉义市嘛就2000人啊，爱2000几个啊，但因为疫情的问题，我拢也解除啊。拢对着咱嘉义市，我对着这个运动。要推动这运动产业，这嘛是要创造讲，互嘉义市一寡这做小生意的，加减有一寡收益吧。
总对着运动，我来交咱处长。哦，咱处长这個、因为到处长啦，吼、哦，因为今年啦，今年这個、咱这個体检啊、哦，这個、体育保健啦，咱体育保健有这个学校体育跟社会体育啦。哦，当然，在你的工作报告内底，你所举办的气温呢？哦，气温呢？交市长杯，这是拢咱市长办的。过来，其他是拢各单项办的。哦，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该市体育会交体育总会，这是什么单位？来，你请你答。林处长回答。感谢大会主席苏副议长哈，谢谢荣峰议员。有关于体育会跟体育会，他们都是属于合法的人民的立案的一个团体。但是我听到不是安尼呢，体育会讲伊是公务机关呢。我听到是安尼呢，你问你，你去问你迄个体育厅，体育会是公务机关是哦。啊，体育会交体育总会是毋是拢咱民属于咱社区？啊，定期拢迄种社区的嘛，对无？只是因所遐体育学生体育，就是咱学生体育交这个社体育是拢咱教处啊。哦，啊，啥啦？这边体育会你补助偌济？你对民间团体补助偌济？去年补助偌济，今年补助偌济？甲委员报告吼，去年体育会补助是200万，啊，今年经过大会通过哦，今年是补助300万。哎，啊，体育总会呢？体育总会也按照伊个各单项协会来申请经费。无啊，伊嘛是体育总会啊，伊体育会，伊体育总会嘛是拢一个合法的民间团体啊。今你落来分安尼，伊啊补助200万、300万，两当补助500万，啊做啥物工课？甲议员报告吼。我讲，你慢慢报告。哦，我会深入甲你了解。哦，你私底下你来找我。啊啥？无我即摆啊体育总会你啥无补助？体育总会有补助啊，哪会无补助？无啊，体育总会无啊。体育总会每一个单项协会来申请补助的时阵，嘛，单项协会我嘛，单项协会我嘛是会当你甲你申请啊。是啊。你像这边五大小是你25万外。他就是透过体育总会来申请。讲你讲你还讲哦，我今仔补助你25万呢，对不？今年五大小是你补助25万。去年20，今年增加25，因为人数增加。委员的开偌济无？啊，阮带动的，阮来你这运动产业带，来你带动偌济，你知道？带动家己去，我咪伫遮咧啊你，那是叫你来配合来，啊，阮也出钱，你也出钱，阮来办活动，啊，互咱家己去来带动一挂产业，上届无嘛？3000几个呢，一日啊你开1000块就350万以上啊呢，啊，敢1000块开会开？对无？我咧提25万是。但是超过10倍以上的呢，我即马要阿你问的，迄个月阿你提300万，超过偌济？我要阿问个只，还是你私底下来报告，好无？因为伊是讲伊是公务单，伊讲伊公务机关啦。啊，你也无相信我咧讲的话，你问恁体育场啦。啊，我是希望讲，咱要插体育的，咱要出头落来算角。我咪要利用政府的资源来做我的资源，你唔通爱配合。我心中话你讲。
你咧创啥？钱会当乌白开销？安那消化？安那好消？哦，我希望你，哦，爱我一个交代。好，你请坐。我请教这个咱商局长，因为咱商局总共有七个分队啦，吼。啊，但咱第二分队过去是伫咱二分局，吼，咱二分局隔壁，吼。但是去年咱二分局，哦，咱二分队即马咱有要。有要签证了吧，对不？签证，咱证明嘛拢过啊，预算嘛拢过啊。但我要了解目前即卖伊的进度呢。来，请苏局长回答。谢谢主席、副议长，谢谢蔡议员对消防局第二分队的关心。那么消防局在去年，我们也努力的争取了，获得市长跟其他局处的支持啊。那么取得湖湖内吼二一八的用地，那么同看进度你迄迄拢过啊，我看要办了解。啊，现在的进度啊，我们已经建造标已经发包完成，在3月29号都已经完成。现在嘿，现在三发包完成之后，现在建筑师在努力的设计，也希望说今仔未来的年底以前吼，因为拢一直咧起价，咱希望讲较早设计完成的。今嘛是。即嘛是迄个咱建筑师的迄个建筑师的迄个。咱国民公司属于国民建国公建国，迄个建筑师已经已经发包完成啊，嘿。啊，工程还袂，啊，即嘛咧设计尔。对，建筑师才要开始配合原来的规格来设计。我咧讲哦，恁就是，恁这个工程哦，唔先来你请坐。是。我是足惊呐，你知道？即嘛你建筑师你也来，来这工程要发包。又个预算无够啊！怎讲你知道？因为咱过去拼的是到迄时阵的工资，迄时阵的材料，那像咱交通处啊，哦，交通处迄三个停车场啊，对无？迄三停车场咱所拼的嘛是当时迄个工资交原物料啊，啊，即摆已经无够啊。你看人家乡的，阮咱家乡迄、那个哦，活动中心，咱去年迄阵，你阵个入委去争取8000万，两当前尔，人已经拢发包出去啊，嘛无增加预算，嘛无啥，迄效率人咧效率足好个啊。哎呀，即马迄阵若无发包，啊，即马过过来发包，你敢讲年底有在发包出去？来。报告蔡议员哈，第一时间中央是有取得用地之后，前瞻才能补助。我今麦学了，你问我。我讲，今麦有主信讲，你对工程有在发包、哦。我们会将整个经费，然后按照合理的估价以及当最后的发包预算，合理的来，哎，对。啊，你一定，你一定这经费有够哦。我想有信心，有信心。信心嘛、哦，是，哎。啊，如果啊不再发包，像交通处安尼的，我们会请，我们会跟建筑师做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估算，当然咱怎样不给去。那交通处这三个，迄会使讲预算早就过啊呢？这三停车场、地下停车场、文昌中门，哦，啊，搁加北啊，这三停车场，今嘛不再发包呢？我们会。将整体的整个价格哈、哦、都考量进去，我希望讲你真正讲会到做会到哦，啊，过来我现在咧来讲，因为咱七分队加下去，你即马这二分队要甩下来，啊，进前我都来讲，铁路以西，干一个德安分队尔，六个分队拢是铁路以东。铁路以西，干一个德安分队，大家厝底下脚老厝，德维，哦，北兴学区遮拢是铁路，铁路以西，干那伊一个学区，干一个分队伫遐咧。
咧服务尔。我一再来建议讲，是毋是伫铁路以西这边，搁老住这方面，大家住这方面遮，搁来找一个分队。但是嘛，拢无消息。哦，你讲啊，都找不地，对无？找无地，你也想办法啦。你有想要做无？想要做安尼尔？哦，你认为铁路以西一个有成就无？来。请苏局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副议长。我想我们都有积极在找，而且比较合宜的分布点哈、哦。我们你，我认为我即卖咧阿你问讲，铁路以西干一个多安分局安尼有成就无？我们也确实感到是比较远一点，有一些到西边高速公路以边是比较远一点，对。我讲你较积极的嘛，是，较积极的嘛，好不好？是。这个林叔，哦，我来请教你，哈、哦，林叔叔，因为咱警察局，哈、哦，七月初嘛，哈、哦，七月初有要扩编嘛，对不？七月初扩编，这是因为咱警察局是中央一条边的嘛，哦，伊个扩编是为中央警政署，哈、哦，啊，予咱家己有扩编的警察局，都咱七月初有29个嘛。要扩编29个嘛？啊，我问人事是，就讲这人事费用，中央要讲扩编29个啊。啊，人事费用是咱家市政府爱出的嘛？是名呢？人事是，请蔡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蔡议员。这个部分人事费的部分是主计处的部分，我们是编制员额，他已经通过了。对，阿正哦，主计处，主给，来请处长。谢谢主席，谢谢蔡议员。人事费是我们市府负担。当然，中央讲咱负担的嘛，对吧？是。咱客编咱负担嘛，吼。是。当然，这是咱因为有环境啦，吼，29个我算算的，一个平均。一单爱落100万的平均啦，差不多100万的年薪啦，哦，遐20个我落3000万的啦，吼、哦。好，你请啊，今麦我要你请坐。谢导演。哦，是的，我讲哦，因为警察局是属警政署中央，哦，伊一条边，但咱商局啊，咱商局我是感觉吼、哦，商局咧救灾。你才是啊，去到现场咧看，真正你看咧救灾，真正在双桥啊救灾咧阵亡的啦，拢规批啦，五六个啦，四五个啦，有诶无诶啦，种双桥的伦理吼、哦，人力真正有较少啦。啊，双桥要靠偏是咱市政府管理啦，市政哦，我咧讲应该，因为警察局是中央嘛。爱中央准开了啊，啊钱嘛是咱咧付的啊，但啥呢？咱市政府，吼、哦、市政府你，咱商局伫遮人事问题，真正有需要靠边啊。尤其是安讲呢，咱商局哦，加一个局长也做了哦，做啊会退休啦，哦做啊会退休啊，啊即马后日要等，但要等啊当时啦。啊！你咱开阁少啦，干那讲起受训的遮就有啦。哦，咱基本上咱若要升迁，咱去受训啦，啊去升等升顶起来要升迁，都爱去受训去。哦，那像警察局嘛是安尼啊。哦，尤其咱各科哦，咱各科是要升迁嘛，拢爱受训啦。结果商局从一开始到即马啦，有几啊十个啦，差不多要40个啦。拢去受训当下啦，啊受训当下有法度升迁无？无法度啊！啊，伊拢卖受训对哇！哦，啊，我是讲商局，哦，因这商人员伫家市为着这救灾，冲入这火场，真正是这冲锋陷阵。哦，我当场拢有看到，无论查甫啊查某，这警消真正是作用什么？为着咱家市民这性命财产哦。真正保护啊！真正，尤其最近你也看，
咱一冬啊火灾遮济，啊咱的人员敢两百几个尔，即嘛无三百个啊，就你讲敢有三百个？我们的编制是292。啊对啊，292啊啊啊！啊你话市长建议讲咱来爱扩编无？爱无？请书记长回答。以你的看法。我们会考量整体的，包括市政的，我就想像人类因为，这个整个退辅年金改革，所以我要都延慢呐、啊，所以相对的每一个都是只要一退休的话，他的薪水降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哦，就等于是因为整个中央改革之后。全国性的是警察局啦，迄、是特别咱这个枪决都咱家市政府自己嘛讲好了啊。我即摆要阿你讲就安尼。退休无出亏是因为作慢的退休，所以我都是全部的公务人员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说来，我是希望讲吼，会报告市长来支持，来看看，来整体来考量，因为财政跟整个人事组织都是一个整体的考量，何况我们现在负担了高铁那么多的预算哈。最高预算其实要做通盘整体的考量，这没得考量啦，通盘整体的考量财政没得考量啦，财政好是政府去考量啦，啊你考量看你有需要增加人员无，安尼尔啦，是你知无？你分得清，煞你的权力煞比市政府较大，市政府较大呢，对无？财政无你的代志啦，在照顾整个基层，对啊，你基层的照顾头等是我的责任。你基层你照顾好，有需要搁增加人无？无需要增加人，是你是要安尼啊？是，你唔是咧讲啊？市政府有钱无钱？市政无钱，你也有需要，市长也答应做咧，人伊就去对无钱，伊就爱甲你撞出来啦。你唔得爱安尼，你唔得，你咧考虑什么市政府的财政？是你看人中央啊，即马人警察局加29个咧，对无？人中央讲咧，啊，咱钱咱爱拼无？我要尽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我是希望你安尼，因为我看到咱，因为商局吼，安尼救灾你啊，好加在咱了个，咱家市商局了个唔捌吼，唔捌阵亡的啦。你看迄进前个土一届啊死几个？你要考量一下，咱要救灾，要把咱的装备啦，咱什么拢要先用好。啊，人未使伤过疲劳。啊，总你也无够，你都要讲啊。哦，是，对无？安尼，唔知你做一个长官，做一个长官的方案。啊，你唔通讲讲啊，何遐，大家啊拼干呢？你还佫对无？袂用替因争取啊。我咧来讲是安尼。哦，我希望讲。我卖问题，市长，予你家己以后，予你家己做，吼、哦。好，谢谢蔡议员关心。好。江书记吼，因为这有人啊，有民众建议啦，吼、哦。因为即马咱中山路嘛，吼、哦，中山路拢是智慧型的这市里嘛。当然，这是真好啦。这人是无阿咧讲歹啦。哦，当然一寡。因为做卫生的取缔吼，拢真正硬都硬啦，翕着就迄落啊。啊，一寡吼，因像咧讲伫中山路，加这新营街口啦，佮个客运，个客运对面即搭遮啦，个客运即，伊是咧建议讲两个街啊位甲画做黄线啦。是安讲咧？因为个客运吼，个客运出来人有个家长吼。爱要都要接人啊！啊遐，你小发停咧，随翕咧，随开红灯啦，对无？伊遐讲，你啊伫遐人，因为家客运嘛是家关啦，家市有诶足侪人坐来，啊，倒伫中山路啊，倒伫遐主会城诶，哦，咧翕相下骹，啊，咧翕相下骹，即马来一去，哇，无停车位啊！啊，即马是要临时停车，是要载？先讲人坐车回来要载伊家人哦，就是讲叫伊来遐坐饭安尼，甲载返厝安尼啊。啊，即马去到遐，都伫迄搭遐都有红线，啊遐嘛都红线都小发停咧安尼尔。现在啊遐都去用去未啊？我讲迄搭你知影无？助理，哦，啊是毋是？人咧个建议讲，
啊，遐会当甲用一个临时停车，因咧接送嘛，接送者因的哦，接送者的客运者呢，安尼敢有法度来处理？请郑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哈，那谢谢蔡议员这边的一个指教哈，那我想后续的部分我们来按看民众哈，他确实的一个需求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现场我们再去做一些考虑跟一些规划啦，后面再跟议员这边做报告。因为这种的，当然啦，因为你若用智慧型摄到都无改啊嘛，对吧？都一定拢开单嘛，啊，但是因都一定爱去接面的哦，因囝是因现在亲情啊，伫遐煞找无。找无所在通食啊，啊无所在通食，伫遐加停倒一分钟尔，啊就随翕到啊，啊翕到来伊无法度，啊伫遐毋知要安那，啊就来讲我听，几下来讲我听，啊是啊咧建议安尼，吼、哦、你落去做，吼、哦，好无？啊个头拄也袂记啊，吼、哦，迄、那个到处长吼，袂记阁甲你问者吼，起、哦、码。是咪咱湖内，哦，湖内迄两块学校用地，哦，啊，我嘛是，哦，好，迄块学校用地吼、哦，我嘛咧建议讲，是咪咱体育署哦，咱教育部体育署的，哦，因为对，哦，咱要小镇镇，咱也要，这个新镇这新镇这边新建变革的电力球场吼、哦，每座会当最高500万嘛。哦，迄阵到市场正第二面时阵，无伊到回来时阵，哦，我交界大学，哦，即棒球教练，哦，我就去啊市场拜托，因为遐咱啊，迄块土地目前咱下到也无大去开发，先来做即简易球场啊，哦啊市场嘛真乐意啊，哦，哎、啊、你即咱先，因为体育暑假都有即、這个即条经纬啊。哦，啊，所以讲伫遐已经嘛经过两年外啦。哦，迄阵是要加台啦，啊加台本来啊加台伊也怎啊无伊，啊无伊要哦对经啊对经啊好无，啊尾也互台验嘛，对无？啊，即卖你处理干呐？来，请林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苏副议长啊、哦，谢谢蔡议员的提醒，啊也恭喜蔡议员啊，我们争取到了。啊，我们大业国中现在正在。做积极的规划当中，那预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在跟设计师，其实之前设计师已经有规划一个部分出来，那时候我们本来是打算要跟中央争取两个，因为那个地方的面积足够做两个简易型的棒球场啊，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朝着一个来做规划，那现在已经在做细部的一个规划设计了啊，所以跟这个好消息跟蔡议员报告。500万，按我500万，嘿，嘛是500万，对。对，因为虽然进前嘉义大学一五零华兴庆啦，啊，我们也真的是重新在努力，啊，也经过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一个要值得给我们体健科跟学校肯定，我们找到大业国中，我让大业国中的垒球那个棒球队再恢复，然后由大业国中来提出申请，那就希望能够在那一个区块能够新建简易棒球场，也争取到了。啊，已经核定谈下来了，哎。对，正在做规划设计，我们也希望规划设计好之后，就做后续的那个发包作业。嗯，好，啊，啊，一般有时啊，我来提醒哦，这个代志用足久的，哦，我就啊，你建，甲恁建议啊，哦，啊，虽然有影有较慢一岁啦，但是也袂歹啦，有就好啊啦，哦。但是我要让你了解，是讲吼，我听讲，因为这代志你清楚着，安尼我有咧关心，这代志从头至尾是拢由我甲你提供资料互恁的，啊，你清楚着，无你嘛要讲一个，我伫遮也阁毋知影，对无？哦，所以讲有时啊，我感觉讲吼，啥，我毋讲对你歹，阿明啊，这大家互相尊重。其实哪讲的，那我这当时讲，哦，你讲30多年啊，还搁咧讲，我啊无讲袂安那。哦，有时啊看到安尼，就安尼感觉，安尼啊我讲，我就拢，我咧讲绝对无好听，我拢足讲得失人的啦，真正。
对，敢唔对尔啦？哦，啊，我足唔爱看到迄落人吼、哦。好啦，我再甲你讲遐啦。哦，你讲较轻松个啦，对无？哎，啊，讲个嘛，啊，对啦。最近其实你即摆咧讲即个西区即个运动中心啦，吼、哦。西区运动中心，我咧讲吼。正常我都来建议讲，你要起一个标准的羽球交桌球会当比赛，羽球交桌球会当达到国际标准的，应该恁要有这个心。真正羽球交桌球会使讲目前咱国内哦上届符合着咱国内咱的体格这两项。尤其你也看咱政府，我也搁要阿你骂呢。你想讲咱即马全中运呢、区中运呢，你当喷遮侪钱，你看今年的成绩是安那，对无？你也看咧，即边你也看羽球、桌球，桌球一个哦，咱嘛知影讲一个少年囡仔，金州建设柯振宇安尼，伊安尼。一档爱开偌济，你知道？伊为加北国小赢了，搁来南平国中，搁来家中，伊请，哦，你讲请三个教练就有啦，一间校请三个教练就有啦。一个教练一档也给伊60万就有啦。啊，三个教练爱偌济，爱买啊200万呢。啊，搁来硬体设备软体设备啦，伊讲这三间学校，伊是当为着要推动这个桌球的，伊是当啊开要1000万呢。有对一个企业敢那笑的像样呢？像这我是感觉，这应该爱哦，市长，这应该咱爱特别的表扬。事实，咱政府做袂干嘛？伊为基层开始咧。开始咧培养呢，即卖伫加北，过来南平，我讲迄开钱真正才是，哦，伊嘛袂欠，伊为着要推动这个运动，啊，都伊的兴趣，啊，看咱家市市政府咱啊一当喷遮侪钱，哦，咱喷遮侪个推动运动，当然咱咪干单行尔啦，咱喷遮经费咪干单倒去尔啦，但应该，哦，针对遮。推动运动，这有功的，对着家是有功的。这伊要付出安尼，我是希望讲市长你应该爱特别来表扬一下，哦，因为这我那笑的啦，开钱啊，啊无啥个企业家啥物名嘞，啥个讲对着运动，啊其实我嘛清楚恁讲，咱市政府的资源有限，你是讲棒球。棒球，咱啊，棒球、桌球、篮球，这运动，咱政府经费无够，咱会当找民间，就当叫一挂庙师嘛好啊，你来引拢一间学校，那就讲你棒球啊4间啊，重点训练4间啊，你叫4间庙师，哦，叫4间庙师一当去啊引拢一间学校，60万、80万、100万，对无？啊！咱市政府搁投入挂，安尼毋只会重点去发展啊！啊！咱家己市庙是遮济啊，民间团体遮济啊！哦，你棒球、桌球啊、羽球啊、篮球，这拢会使叫遮哦，遮个庙是啦，遮民间团体来引进了啊！哦，咱要推动，咱啊，你啊看，咱家己市过去运动会使算讲家己县，以前县市也袂分开，咱家己。家己的运动，我是排伫全国哦，排名3名来呢。即马来你也看，咱即马出咧运动，你也看即马全运会啦，哦，全运会啦，啊，即马迄个田中运啦，哦，伫昆林遮，你也看咱啊，咱的牌，哦，这金牌啦、银牌，我无煞愈来愈少啊。当然，咱教育是哦。教是包罗万象，啊，体育绝对唔通输，
因为人啊体育哦，也有咧运动，啊，就减少去病院啊。咱啊，接咧运动，减少去病院，敢咱只根本有诶无？对无？总读册读延长一分钟。主任，你啊，因为市长对你话足重视个啦，你啊，啊你啊，袂歹啦，哦，但一寡代志吼，毋是讲我看着我袂过去啦，哦，所以我今仔日讲遮呢，我是简单来你点点尔，啊，我大你讲，你应该哦，你知影我，卖动作你点点。好，各位同仁，今天上午的议程已经进行完毕，如果没有其他意见，上午的市政总咨询到此结束，下午是小组活动，感谢大家，谢谢，散会。